你那不说来了，我打电话了，我也打电话，爹，我们家是哪个村？第二个，就这样，你愿意往我抬的吗？找我搬砖。想着往我抬，好吧。我昨天买了个米数，你上不上车？我不上车。老子没办法，上你买了个米仓，上你买了个卖米仓。我打哪里？能说哪里？我上你买了个米仓。真的，你呼呼呼，哪里？喊啥来着？是不是喊啥来？那是问你，那不是等你一呼了，再打电话。这个是用品的。哎，你妈的个卖米啊！你不是这样。这个人活了久，这个。那活了久不完的。是啊，这个。那你买了个米老？谁的面子好使？老师，那你妈的个逼老！现场，我杀你妈的个逼老！走，兄弟，不要搞他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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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